嗨，我是阿进，今天我们要来考校光机。接下来我们会非常残忍，因为我们那个熔炉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现在拿这个吊钩把我们的女孩勾起来。Sorry 啊，哦啊，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把大雅麦块熔炉做好了啊，来，来，过来嘛，过来这里，要下。加油，小光机！好，因为前阵子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我那个烟熏炉的影片了，我们要在里面加一点这个烟熏的木料，让它有不只有炭香，还有这个烟熏的木头香。好，有没有可能？啊，有可能，可能。你为什么在敷衍我？你要开心一点，开心。我很累，蜜飞走了。臭男人！香起来，我们家就把鸡烤成这样烟熏的。三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，我们这只小鸡鸡，哈，小杰做这个立体滑动装置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可以这样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来看这只小鸡鸡到底考得怎么样。以我的体重，一定可以，三二一。哦！现在其实它这样短一点跳出来，好像其实好像可以耶，好像可以耶，而且它低的好低呀，好热啊，好像可以耶，熟了吗？总觉得好像要在线呢，这边还是有点深深的感觉。对啊，这边看起来就好。再下去。再见了，小鸡鸡。再来，再喷一下。你真的是烫伤气耶。好，那我们再加点烟熏。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不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？这么小一只鸡。没有，你这样拿超爽的。一个仪式感。真的。哦，巨蟹座男人都这样是不是？那一天比差很多。啊，用力啊！不行啊。哎，开花吧，长大吧，烟熏起来，长大。那观众就骂我说：“这个烟熏木材不是这样用的。”哎，好啊，再闷两小时。慢慢的出来。OK， 我们经过了又是两个小时的努力，我们来看看这只小光鸡这是怎么情绪围裙。它的皮超好吃，超好吃，我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皮。来，这块吧。喂，这个木头烟熏香味有哎，嗯，烟熏的味道进去了。对，哇，这个皮，我操，这个皮，晨快点，吃一片，快点。阿弟，你要喂晨晨吃鸡。那这个给你。好好喝哦。这个给。哎，可是，你不觉得吗？怎样？没有，你们不要吃了，头上还有一堆人。你再这样吃下去，他妈的，怎么够吃？那不够啊！你怎么会准备这么小？就算是馆长，你好歹跟馆长经纪人讲说，我们工作是很多人，多计时。你怎么会只有准备这么小东西？你现在是看不起大家工作室是不是？我们人数越来越多，健保的妹妹都来，楼上还有饼子、晨晨，还有公主会，你怎么会这样子准备这个乱七八？不要再说了，你要被打脸了。看三角，没有。看三角。我就看你的熔炉能不能搞这个。三角。为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火鸡？从胡子老家产地直送，今天中午12点送到温体，早上8点还是活的。小强，你怎么了，小强？我从小跟他喝到大，你在那边烤腰啊？小光机怎么可能搞那么高纲？叫你弄这个东西，我们今天买的梗就是这个。兄弟们，冷静！我们这一次烤了3到5个小时，啊，这是不是明天的早餐或中餐？我跟你讲啦，我们9点之前一定可以吃到这个，现在开始做，一定来得及。这句话上次健保在烤
牛腿的时候也是讲过同样的话。但是你我们烤到半夜，但是吃到皮，但是里面都没熟，但是讲但是，但是你跟我说什么？你跟我说你改良过了，你知道怎么让它烤更好，没有食材。我知道啊，这个烤得很好啊，你那个试试看嘛。大工作室没有再不狂的，大鸡鸡开始演 ，Go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帮这只大鸡鸡美女啊冲餐巾。好，我们不要站走，我们要感谢这只鸡成为我们今天工作室的火鸡主食。阿里阿豆，我们要帮它取个名字哈，我们就叫它。帮它取名字。我们就叫他大牙一号。哎，里面那个是什么？不是，大牙一号是我的火箭。我的火箭已经取到大牙十三号了。不是，大牙一号是工作室的名字。是吗？哦，第一间啊，我们不要开第二间了。哦，是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吗？叫他雅鸡。雅鸡，叫他雅鸡。雅鸡，雅鸡，我们今天晚上就靠你了。去腥。哇哇，胡生要摸看，哇哇，很不一样哎。哦。这只有在 A 片上面才看得到的。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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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我们来给他马杀鸡一下。好。奶油，奶油多一点，奶油多一点，那个皮它会脆。这里一下一下，嘎吱窝，嘎吱窝。要靠他的嘎吱窝，要逗他笑。好，洗个手，我们的雅鸡呢，准备要进炉了。希望我们烫啊！快点快点，太混乱了，太混乱了！我先洗手，等下就开始吊我们的雅鸡，巨大化烤鸡鸡，准备就开始。啊，修，现在换桶子是吧？我们现在换桶子，因为这个是之前我们拿来装垃圾的桶子，然后胡子发现说这个里面看，那烧出来都是这个奇怪的，哇塞，什么奇怪的涂料什么的，我们啊，那个我们的鸡节下去哦，母汤啊，人家母汤，所以我们换那个。胡子原来自己买的干净的铁桶，我们直接用这个铁桶烧。没有刚刚那么夸张，再吹吗？先不用，先不用。就到烧。嗯，放上去那个小缝。高放吗？好，高放。来来来，不要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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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撑着。我这要不要拉紧？胡子去帮啊。等一下。好来。来放放，对啊，放可以放了。好了，把它弄进到正中心，很好，真是有滑滚，真的是轻松很多啊。好，手套，手套，有手套，有手套。好，就这样，小六，下班，三小时后见。好，各位掉进去了，我们三小时后见。干嘛？干嘛？鸡？干嘛？火鸡掉下去了！干你娘嘞！干你娘嘞！干你娘嘞！难怪他们烟头那么重。我不知道怎么办，火鸡掉下去了！啊！哇！真的变火鸡了！那边移开，那边移开，最好路径。你身体不要碰到。我的哎、欸，烤得很好哎、欸。好像鹅。好，我们烤鸡烤了三个小时，现在可以让它起锅来。小姐，拉起来！来来来来，把那钩子拿起来。什么钩子？拿起来，袋子拿起来。要确定呢。嗨。OK。很像东山鸭头卤腌制出来的样子。香哦。哎呦，野的。很好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颜色。火鸡的颜色哎，真假的？是这样子的颜色吗？火鸡是这样颜色啊。哦哦哦哦哦！我的。来来来来来来来
它吃起来很像那个吃到饱那个肉，那超乖，这个是可以，这真的是可以吃的，超好吃哎、欸，还有烟熏的香味，因为我放烟熏的那个木，所以它超级好。给镜头一个必备，给镜头一个必备。哎、欸，这个你他妈那个是什么大便？这个好屌啊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哦。不得了！那个鸡肉是脆的吗？那个皮一定很屌。那个皮试试看。谁吃？我吃，你吃。一套，来一个最铁味。哇！皮怎样？真的很好吃。啊，这个，这个辣脸。那个皮，那个皮已经烤到变焦质，然后那鸡跟那个腌料的风味，啊！哇！阿弟。哇, 哇！直接咬一口了，我鸡腿啃下去，完了，六师弟，啊，六师弟，好烫！哎、欸，不是，真的很好吃，它那个口感，对，火鸡有个大优势就是它很扎实，你知道吗？只有嘉义的火的鸡肉饭是火鸡肉饭，其他都是普通鸡。好，没起来，拼着吃，烫吗？拿，用手拿，用手拿，小心。好香啊！他切这个片真的是很像在吃那个享食天堂的切肉给你，好呀，好吃，好吃吗？好好吃哦，跟那个牛腿比起来，来生日的人，不说谎啊，超好吃，哎、欸，啃鸡火鸡腿很爽，你没有看过比我脸还大鸡翅吗？握在手上，在摇的。这个快乐的刺丝画面了嘛？你看，小杰的改良，阿静的调味，大家的努力，大雅工作室第一款大家做的巨大化烤鸡，非常的完美，非常完美，非常的好吃。挑剔，没错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订阅，好喜欢，不要忘了订阅大雅工作室所有的好朋友们啊。那我们就慢慢的吃。感恩节快乐！没有感恩节。双主生日快乐！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帮这支鸡翅点个赞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阿静，啊，你真的是在切你的鸡肉吗？还是这是狗肉？小兄弟。知道太多了。